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谈判锦囊为各位谈到谈判的局、谈判的人事和他整个局。我常跟很多同学讲说，我们今天上谈判呢、啊，我们不是说呃一上桌就跟对面那个人谈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先要俯视一下全局，到底我今天呢有哪些人。 有哪些事情会影响到这整个局，拉高看局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我可能我可能跟你谈，可是跟你谈我没有筹码，我要把把张三引进来，把张三引进来，张三说不定对你有影响力。我这样子转过来折射，所以所以谈判的时候要看着这么人进来，好了，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了，于是这个人我要不要引他进来，要不要，我怎么引他进来，我什么时候引他进来？ 所以要不要引他进来？我常讲，这个就是谋，怎么引他进来，什么时候引他进来，这个是策。那你有谋有策，出谋划策呢？很重要一点，那就是你要看局，怎么人引进来。所以我跟各位谈判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做到。我们说人带事，事带人。有的时候我要让这个人上来，我可不可以引一些事情？我谈一些什么事情？比如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故意扯一些事儿，那我们俩在谈嘛。 我们两个谈，比如我们两个谈 A，这个 A 呢，呃，我们两个谁都不是，呃 A 谈不完整，于是我跟你讲说，哎，A 如果谈的完整的话，咱们得谈 B 啊，那你你就说好啊，那我们谈 AB，AB AB 谈了以后，你发现谁，我们两个谁都不是 B 的专家，谁是 B 专家？他，就是我们两个人，因为谈了 A 谈了 B，那要谈的完整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引进张三？而张三可能跟我一边的，我用事情带这个人。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我们常讲，如果你要这个人进来，你考虑这个事；，这反过来就讲说，如果你不想让这个人进来，你就别谈这个事儿。所以这事情他会带人，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，那么人也会带事。今天我把张三找进来谈，就是我跟你谈判嘛。本来桌上摆个 A，张三进来了，他可能讲说：“嗯，我我想还谈个 B 吧。” 于是张三也变成一个局内人了，他的桌上又丢了新的议题，所以我如果不想谈 B，我就不要扯张三进来，那么也就是说这整个概念就这样子，人带事，事带人，你谈这个人就会扯进这个事，对你不想谈这个事，你不要扯这个人，反过来说呢，那如果你想扯这个人进来，你就先碰这个事。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判的时候一定要把局看清楚？人待事，事待人，这样子我才晓得我最后跟谁来谈。所以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当你上谈判桌之前，俯视全局，想一下，你会看到另外完全不同的角度。谢谢您的收看。